我配合度也很高啊，你也睡过我啊，我也睡过。哎呦，而且我不单单睡他，我还差一点亲了他。我因为对兰兰只是节目上，但我跟钟哥是不管节目上或节目下都很好，就像家人。对，他呛出这个了。我不知道他睡过林莎，我以为他只睡过我。其实这两位呢，我还是真的跟他们睡过。哦哦，我跟林莎是真的抱在一起睡过，抱在一起，这么严重，而且他还躺在我的胸膛。那一集我有看，对对，那次那次通告费我没有拿，真的。哦，其实那一次真的是很感谢林莎啦，因为他算是非常配合度好高，配合度已经高到让我有手心。对对，但是我觉得是因为她真的是很敬业的一个女生，比如说我们是谐星，我们是干嘛，她因为节目上的要求，她就可以有这个配合度。啊，我配合度也很高啊，你也睡过我啊，我也睡过。哎呦，而且我不单单睡她，我还差一点。亲了他，对，哇，哇，那是真爱。我们距离大概只有两公分，他是没有反应。那两公分是你到达不了的地方，顶多就是1.2。OK， 那次真的很近，但我就是有心脏有漏了一拍，就是有吓到这样。有一次我们出外景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各买了一杯饮料，然后我喝了我的，然后我就随口说一句说，哎，我觉得我没有很喜欢，然后他就马上把他的那一杯跟我交换，然后我就没有想什么，我就直接喝，但后来想想好像就直接交换口水啊，哎，他会觉得蛮像情侣的那个人与人的连结就这样来。对，因为对兰兰只是节目上，但我跟钟哥是不管节目上或节目下都很好，就像家人。对，他呛出这个了。钟哥是唯一演艺圈唯一一个男艺人是看过我妈之外还看过我爸的，就我父母都见过，真的，我也看过他弟啊，他爸还送我他的香肠哎。真的啦，真的啦，还要你塞在口袋充场面啦，好贴心哦。林莎是真的是少数女艺人有坐过我车的哦，真的吗？近三年来是唯一一个女艺人坐。哎呦，哇，你妈妈有坐吗？也有吧，我送你跟你妈妈，懒懒输了吧？没有，她上次有问我要不要坐她车回家，可是因为我那天自己开车，她说哼，我有自己开车，可以开的车比你好，因为我那时候在民视录影，我感觉我问她的时候，她还感觉还是有点怕我要搭她的便车，我当场心碎，她说哈，我自己开车，还怕小龙哥，这个难回答啦，哦，好 ，OK， 好。三位一起亮单，可怕了！哇哇哇塞！这个我不知道，当然是我。这怎么录？哇！哎，真的有，居然真的有答案。已经睡过一次，觉得很还不错。睡车主，睡车主，等一下，哎，小钟哥，因为你们在节目里面有过一起睡的桥段，对对。然后他又写了一首歌叫《一起睡》，嗯。这个司马昭之心已经路人皆知了，阁下的意思是，因为你写情歌了，一定要有一个对象嘛。哇，对，那就是把那个跟他睡的感觉，就写了一首歌。你看看你的左手边，他连让我搭个便车都不行了，还要一起睡。我写一首歌叫搭便车好了，之前有歌叫搭错车，我写个搭便车好了。就跟他谈微博，蓝蓝你怎么看？兰兰你怎么看？然后我以为是落花有意，但流水无情。哇，我以为他写我，因为我不知道他睡过林莎，我以为他只睡过我。所以我想要怎么录啊？这个如果只听声音，好怪。而且我跟你讲，我那时候出外景的时候，我一起跟他聊天的。我说，因为他喜欢骑重机，我说我们两个骑重机的话，我们两个住宿，两个都一起睡一张床嘛。他说很多男艺人他都不 OK， 钟哥你我 OK。哦，他也知道你身上没体力了，身上排尿功能。我懂啊，来我懂了。他对我最放心，他说钟哥你的人格我相信。你也不用睡什么沙发什么，你就跟我一起睡。不是，这不是人格的问题，这是体格的问题啊。再给